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鬼。我们今天继续在神奇宝贝世界中冒险。然后听说那个路基亚可以飞哦。我当初只让它一直爬来爬去，然后想说怎么爬这么慢。那它可以飞的话，那它可能就不能游泳，因为它也不是水系的。只是它那个出现的地点是在那个水的洞窟里面。好，那没有水系，但是可以飞。路基亚这只还蛮小只的，可能体型有点小。好，那飞起来好酷、哦！我以前没有坐过它，因为以前没有抓过这个路基亚。好啦，那我今天，怎么身体是歪的？身体歪一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找到剩下的道馆。我们已经有六个徽章了，还有两个，然后往前进。然后看一下，我们之前应该有一个地方没有走过，先把它收回来好了。有一个地方好像是右边吧，之前是从左边走，然后右边好像还没走过。右边我记得有一个关口的样子，看一下。右边这里，好，这应该就可以到下一个地方。好，下一个地方是42号道路，还有那个什么 Mohogany Town， 不知道什么城镇。好啦，那这边有一个洞窟吗 ？Meter Mortal， 不知道什么洞窟。哇，这边就要用划船。哎呦，有一个往下的洞窟哎。我们用一下闪光，当哦，好亮。好，探索一下。然后里面好像有神奇宝贝的样子。哇，好大哦！这洞窟是哪里啊？洞窟很大哎。这里是哪里？这里倒是没有路。哦，前面有一个洞。哦，这边不晓得会通到哪边去，还蛮长的耶。两条路，这里有一个楼梯。哦，右边还有一个洞，好多洞哦。看一下。就绕一圈，然后那边可以用划船的划船过去。我们先爬那个楼梯上去好了。爬楼梯，你看一下这边是哪里？好长的楼梯哦！爬上来还是一个洞，还是一个洞。啊嘞，这是哪里啊？这里是哪里？哇，够大的！这里不晓得是游戏的什么洞窟哎，那边也有一个划船的。好啦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只能用飞的啦，只能用飞的啦。看我偷懒，直接飞过去。上吧，路基亚。好，我们就直接看看这里有什么东西。这有一个洞。不晓得要往上还是往下走才对耶。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没有路，好大哦，糟糕！飞来飞去，看看好了。这里有划船的地方，好，划过来，划过来，再划过来。咦？那这边也是，这么多划船的地方。到底是要通往哪里啊？这里是没有路啊，然后这里这个只能回来，然后这边过不去，所以这边的路应该是对的啊，因为那种不能回去的路通常都是正确的路。好哦，这种楼梯的地方上面都没有东西耶，应该。不然我们找往下的地方好了，往下走好了，感觉是要一直往下爬的样子。看看，这里通到哪里去呢？一个小隧道，应该不可能通到之前去过那个漩涡群岛那边吧？太远了，应该不会。
好，哎呦，下面还有。哇哦呀！我要往哪走呢？往哪走呢？直接飞了。好，我们直接看有没有往下的楼梯。往下的楼梯。好，这里不能过去，那一定是从这里。好，这个洞穴，这里洞穴。诶，这洞穴是我回来的路吗？诶，不，应该不一样。又是一条隧道，诶。诶，过不去。这个隧道。挡住了，挡住了耶！哎，是故意的吗？啊，那只有这里了。这里没有啊，没有路。哇，这里好难走哦，太大了。整个迷路了耶！这里可以一直往回走的话，那表示那边是对的路，没有错啊。那我应该要通往哪里啊？啦，直接穿越。哦，这里有没有往下的路？这里，然后通来这里。这里又是往上的，哎，这里又往上了耶。往上，哎，这我应该是我下来的地方，这是我一开始来的地方。那这是没有入口的洞窟，然后往下走。这里有没有东西呢？这里往下走，然后爬过来，是有往上的楼梯耶。这里好像我一开始来的地方哦。糟糕，该通往哪里好呢？这里没有路。哦，这边是通往这个洞窟。好，有一个往上爬的楼梯。出来啦！啦，哎，回到原点了吗？哎，我是渡河的意思吗？哦，哇哇哇，我好像就是从对面，然后穿过洞窟过来了。哦，是给没有划船的人，没有划船的人可以就是爬洞窟，从洞窟里面穿过来啦。就一个飞天就飞过来啦，爬超远，哎，还有跑那么久，哎呦，绵里羊突然打我了，哦。好多敌人哦！好，这边上面好多只怪哦，这是绵里羊，哎，猴怪，上面还有猴怪。好，那就是往前走喽。好，哦，有新的地方，新的城镇呀 ，Home of the Ninja， 忍者的家，忍者的城镇。咦？精英版有忍者的道馆哦，是那个毒系的、啊，有末路儿的那个道馆，好像有这么一个道馆，对不对？有毛球啊，然后什么末路儿，还有谁啊？好，来看看好了。总之，我们先来挑战道馆好啦。我们现在应该很容易打得赢吧？好，羊毛，好，这还有一个幸运蛋呢，来给谁装好呢？给我的火焰鸡好了。好，那我两只神兽加持应该是不会打不赢吧？现在整个超强，已经可以挑战四大天王了吧？我等级可能要再练一下。好，哎，不是忍者的家吗？怎么是冰天雪地的地方？这是冰系的吗？呀，他破土了，哦，是了一个老爷爷，冰系的老爷爷吗？嗯，有这个道馆哦，没有什么印象。好，啊，说什么呢？哦，我已经训练神奇宝贝，在你出生之前我就已经是训练师了，所以我不会简单的输的、哦。
我是冬天的训练家。好，冰的冰系的话，应该火焰级吧，因为冰怕火，冰怕火。好，挑战看看吧。小海狮等级30，不高哎、欸，不高。然后水加冰，所以水加冰，我能踢吗？哦，伤害是不错哎、欸。虽然说没有很有效，但是伤害还是颇高的。我、哦、连环踢怎么痛？我、哦、伤害还蛮大的，伤害颇猛的。姐姐啦，白海狮，好，白海狮我也踢踢。哦，解决了，怎么那么痛？怎么那么强？火焰技怎么那么强？命中要害哦，效果显著哎。啊，他现在冰系的，进化后才有冰系的样子。好，再来是长毛猪，这好像地面加冰系，对不对？一样踢，好，差一点点。好，长毛猪的血量比较多一点啊，解决了啊，只有这三只哦，弱弱的。好，解决啦，这是冰系的道馆，冰之勋章，然后得到一个冰雹。好，第七道馆。啦，顺利解决了5。好啦，那还有什么呢 ？Ice and snow meet. You and your Pokemon will be together for many years to come. Cherish your time together. 好，大概是说我会跟神奇宝贝还会相处很久，要珍惜他们之类的，随口编编。好啦，那一下就解决了，那就结束啦。我们来逛一下这个城镇好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完全没有什么受伤哎、欸，好像只有被冰雹扣血而已，没有什么受伤。好，我们逛一下商店，好看一下这个城镇好了。嗯，好，哎、欸，地图不见了、欸，这边没有地图可以看。好，这里忍者怎么没有看到忍者啊？这里是 Trial Race 跨博。好，你要干嘛？是商店吗？没有人。嗯，徽章，地狱之心，地狱之心到底有什么用啊？不能卖，我也不晓得要干嘛。好，看一下。这要干嘛？哎，上面啊过不去，这里挡住了。好，有一个地下道，地下道哦。哎呦，这里是哪里？地下道哎，哎呦，这一个半神沟会发生什么事呢？看一下。哎，没有什么事啊。这里是要干嘛的、啊？这里是哪里啊？嗯，没有什么印象哎。要做什么呢？嗯，没有东西。嗯，前面还有一个半神沟。哇，这里绕来绕去的耶。哎，这里又一个。该不会半神沟是机关吧？然后要走到对的地方，改变地形，然后让我们迷路。是，我已经觉得我已经迷路了。这里什么东西呢？哎，又一个往下的。好，再往下走。哎，可是这个建筑我感觉可以直接飞哦，好像可以直接飞过去了。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绿色的墙，那么得绕过去。哎，有一个楼梯。好，哎，有人呢。这个是，哦，有了。漩涡。哎呦，这个是可以解除漩涡的那个耶。哦，原来要找路基亚，一般的话应该是要先买到这个吧。解除漩涡，它是倒水耶，在漩涡那边倒水，然后那个漩涡就填满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划船过去了。哦，原来这个漩涡在这里啊！好，那
这边就是来拿来买漩涡吗？两块钱的漩涡，06秘传机器，好，就这样子吗？啊，这里还有书柜，嗯，书柜，这要做什么呢？像没有东西，嗯，没有东西耶。好，这里还有什么？嗯，以前的漩涡是在这种地下道拿到的哦，不晓得呢，有点久了。好，那诶，只能往上了哟，只能往上走了。嗯，真的就只有拿那个漩涡吗？来，好像没有了嘞。这也是往上的，吧？那我们走那边看看。上走，往上走。嗯，奇怪的地板，这个感觉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看不懂，看不懂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多东西？好，看不懂嘞。看看有没有什么宝箱可以拿，中间好像有一些东西，也看那个小地图，左边的房间似乎有东西啊，算了，我们直接飞过去好了。嗯，暴力破解法，直接飞过去，飞得过去吗？不行欸，差一格。哦，中间有那个哦，发电机吗？欸，是有一个地方是有顽皮蛋雷电球的发电机，然后我们要去救他们，对不对？哦，会不会是那个塔？哦，穿过来了。好，这样有进来了吗？诶，没有路。诶，这里没有路。好，所以不是这里。从旁边。绿色的墙。直接给它飞过去。哈哈哈哈哈。直接给他偷懒飞过去。好，哦，这是那个烽火台。那进来这里呢，有什么东西吗？哎，这房间没有东西耶。是我还没有触发什么事件吗？这你感觉是要开启什么机关，然后那面墙才会解除吧？这原本是雷射啊，雷射墙之类的。好吧，那这里还不能来耶。嗯，往哪走好乐于往哪走，可能要去中间刚刚那个发电机的地方才行耶。看一下那边有没有路可以通往那边，对面也是一个雷射墙才能绕过去。哇，对面耶，我要怎么绕勒？这边没有路，好。绕一绕，终于来到那个发电机的那个外面了。我的墙没有解除，想说是要照它机关解除才会有，正确的事情啊。那，嗯，我是从这里上来的，然后不晓得机关在哪里耶。嗯，有没有什么拉杆？嗯，没有路。好，那只剩这条路了。这条路里面没有东西的话，我就，我就没办法了耶。嗯，是我们刚刚以前下来过的地方耶。嗯，这个到底搬神功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啊？不晓得它到底有没有触发什么机关呢？算了，不然我们直接飞进去好了，飞进去那个中间那个发电机看看，不晓得有没有东西。
好，直接进去了。呀，这里有一些拉杆，密码吗？是密码吗？哎，到底是有装饰还是有用啊？完全不晓得。发电吧，哎，真的有发电，发电，哎，这里有，会发电，发电，好有趣哦。好啊，哎，这地板装饰的真好。好，发电，然后六个地方都踩踩看。发电吧，这有用吗？真有用吗？这个按钮到底有没有什么用啊？拉拉拉，这种乱拉它会不会爆炸？看起来倒是没有东西啦，墙拉杆后面都没有东西，有可能的话就是底部而已，可以埋在底下，但是似乎没有东西耶。看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发电机上面，哎，就装饰而已吧。哎，好吧，呵呵，看这发电机似乎是没有东西，应该是装饰用的吧。好啦，那可能这里就是来拿漩涡的啦。我整个绕了一大圈，还跑进来了，还闯进来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可能先差不多到这边了，顺利打倒一个第七道馆了吧？我们剩下最后一个。然后绕了一绕，那这边的发电所应该没什么东西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第八道馆了。之后不晓得有没有四大天王，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我们就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呀，拜拜。在 G2A 平台中可以找到更多游戏，别忘了输入 ONI 可以得到更多的优惠哦。